好好台板，把这板子给我台完，不然别想拿到我第二刀，好吧？你有妖灵也没用，直接躲了，再翻，打不到，刀短，这里本子抬没抬？没抬我再回去，没抬我就再回去，再等一个妖灵，他跑了，逃跑了，直接逃跑，还想再投刀？没事儿，现在全世界的人都已经知道你是苏反了，没办法了，已经晚了，你的闪现还没有了。现在你已经没有任何终结能力了啊！这刚刚是怎么吃刀的呀？是不是吃了一锅地刀啊？哎，我把文具箱炸死了，他是不是以为我在小房修机啊？但是小房其实是一个祭司，这台机修到80-79，时间完全够的，现在过去。现在过去摇表博弈一下，还可以扛个血信。对，直接开摇了，开摇。不对，他有插眼，还说你想直接给一刀。要不，我觉得我就直接掏吧。要不，哎，我再摇一下，那有一块板。好，这下他又有126了。我再接一个洞，然后帮他扛一刀。我得帮他扛一刀。站着别动，我来帮你。不行，我得来帮忙扛一刀，让他进大洞。他，你这样六鬼，倒地一铲。行，你是懂六鬼的。我得来扛，不行，必须扛。这波姚表帮他扛刀，他带没带一刀？哎，等等，他没带一刀啊，没带一刀那就好说了。站着。你别吃触手就可以，我来帮你扛刀。没事，我还能摇。哎，坏，走吧，兄弟，快走了，不要他了，没有搏命了，要不得。不行，我得闪现，想打一个闪现落地刀，我得卡一下血线。他想打的对，先上猪，我给你扛一刀，你上猪，咱们还有操作空间。你的猪应该好了吧？30秒。猪 pig 猪上，他，我扭一下，我扭不掉，我死了。啊，两个人，修机的人呢？修机啊，野人，你回来干什么呀？啊！不行，我现在过半了，你下来也没用啊，我直接选择死的好看一点，我进到柜子里，让他把我找出来，让我好死，好吧，我直接进柜子了。哎，等等，他是不是置换了一下？要不要上来？他变黑了，等他收伞。好哦，我从小就看你小子心，那上面那台机多少了？他还吸魂过来了，吸魂过来那闪现好没好啊？算了，我不管了，我直接暗修完了，不管了，什么队友，什么地下室，什么速伞。我不知道，我要修机，别管，我要修机，快走，我先走了，快走，我不管，我把这个机修完，直接修开，然后直接跳下去，然后你们两个都死了，然后他还有闪现，我也可以去死了，我翻过去，我看一看海边，哎，海边有地窖，我又可以不去死了，呼呼，猪叔他也不好抓呀，这个阵容。吃刀有点快啊，不是你这么六鬼很难赢啊，兄弟，你甚至没得把他金身给拖出来啊，这你到底救不救？不是你们俩有一个人修机好不好？不要一块儿去啊，你
就是下来随便打落地刀啊，能躲到那还行，但是要过半啊，不是，这游戏是能这么玩的吗？不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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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必须来必须来，这波必须来操作了，这波要是不来操作的话，过来，带过去，再过，哎。坏了，我的大猴解了，坏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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了，把他大猴解了，我给你码了。但是你为什么要现在就大猴啊？不是，你这个是不是就有点问题了？头铁，头铁，我肯定拖不了七秒了，他还想打气球刀吧？哎，完了，这下是真完了。